防虫害，浸套农药袋。别以为这些苹果又大又漂亮，这些可能都含有农药。山东烟台的富士苹果远近驰名，却传出不孝果农把含重金属砷的农药撒在袋子里，再包住苹果驱虫，这样种出来的苹果表面光滑，没有黑色斑点，卖相极佳，但却含有重金属，对人体有害。接触皮肤会导致发炎，吃进肚子会呕吐腹泻。虽然官方明令禁用，但不孝果农为了多赚点钱，依旧违法私用，防不胜防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